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真。今天是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天为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有机会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雪。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一级。那么温度方面，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7度到-2度之间，最低温度为-19度到-9度。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9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反对美将涉港法案签署惩罚，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27号，涉嫌家暴的博主雨芽前男友因故意伤害被依法行政拘留20天。江西南昌一学校收取2000余元高价校服费，引发热议。重庆蹦的大叔走红网络，快乐心态感染众网友。广东肇庆一消防员举行婚礼时警铃骤响，新郎瞬间出警，毫不犹豫。理由还能再牵强一点吗？天津一男子酒驾被查，竟谎称因拔牙使用了酒精棉。第四届吉林雪博会暨第23届长春冰雪节将于12月12日开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英国货车惨案，部分遇难者遗体被运送回越南。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昨天，美国将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对此，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来听耿爽的评论。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美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残害无辜市民、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完整版的201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那么目录将于2020年11月1号起执行。新增药品覆盖了要优先考虑的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等。
调出的药品主要是被国家药监部门撤销文号的药品，以及临床价值不高、滥用明显、有更好替代的药品。那么总体上我们是要求就是要把临床疗效比较好、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或者是价格比较合适的药品纳入到这个目录里面来。国家医保局表示，对于临床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于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国家医保局采用谈判的方式，新增谈判药品数量和谈判药品总量均创历史新高。最终经过谈判，有70种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 60.7%， 31个续约药品中有27个成功，价格平均降幅为 26.4%。谈判新增的药品多为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十余个临床治疗领域，目录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昨天7:5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2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高分十二号卫星是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安排的微波遥感卫星，地面向源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信息保障。现在我宣布本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和高分12号卫星均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20次航天飞行。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日前完成首相和尾相破冰试验。破冰试验在中山站附近的普里兹湾海域进行，持续约3.5小时。破冰试验的目的是验证这艘新破冰船是否达到设计指标，并帮助驾驶人员掌握雪龙二号在破冰时的各种操纵特性。按照设计指标，雪龙二号能在1.5米厚的冰加上0.2米厚度的雪的情况下，以每小时2到3海里的航速连续破冰行驶。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本月27号，因家暴的博主雨芽前男友因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20天。公安机关通报，11月25号，在微博主雨芽网上反映被其前男友微博主坨坨的疯魔教家暴后，相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处理。江北区公安机关经调查，陈某自2019年4月初至2019年8月底多次对何某某实施拖拽、推搡、殴打等故意伤害违法行为，何某某的损伤程度未达轻伤或轻伤以上程度。另查明，陈某还有通过微信实施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针对陈某的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给予行政处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何某某为防止陈某再次对其实施故意伤害行为，11月27号向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目前该院经审查，依据认定的事实，已依法作出对何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近日，江西南昌一学校的校服收费引发热议。记者了解到，该学校的校服除了夏天穿的短袖 T 恤、运动衫之外，还有两套运动装、一套礼服、一件冲锋衣、一件毛呢大衣，共计13件衣服，费用总计2300元。高价校服事件一出，立即引发诸多学生家长的不满，认为学校的校服定价过于高了。记者从南昌恒大豫章师院附属学校的学生家长处了解到，在今年下半年刚开学时，学校就收了900元校服费。前几天，家委会在班级群里又要求家长给学校补交一笔校服费用。家委会在群里都说了要补交一件事，等于后续还有好几件冬装那个校服要，那个冲锋衣460，
还有一个毛呢大衣526的，这两件衣服加起来就1000多块钱。这小孩子需要穿这么贵的校服吗？这我们都是工薪家庭的家长，哪里承受得了？就是必须要买的，老师啊学校啊说我们小孩天天要穿校服的，不穿校服会扣分的。随后记者和家长拨打了学校的电话，校方工作人员表示补交的1400元是冬季校服的费用，价格偏高主要是从校服质量方面考虑的。学校定制校服是优中选优，在开学之前就有大约将近10家校服送来样本，经过我们再三选择了这个罗蒙厂家专业定制。那我们这个校服是一定要买吗？可以不买不？那如果像升旗啊，像搞这个班级活动，如果别人都穿校服，那你的小孩子不穿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也可以问一下，给家委会提议，因为校服现在是只是在征订中。据了解，2016年9月发的《南昌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规定，中小学生校服订购必须严格遵循自愿原则，但对于校服的定价尚未明确规定。本月26号，南昌恒大豫章师院附属学校在官网发表声明，称学校将遵照自愿原则，不会强制要求学生购买校服。针对目前家长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学校决定立刻停止该方案。下一步，2019年冬季校服是否购买以及相关标准，将继续征求广大家长的意见，并交由学校家委会决策。教育专家认为，家委会应积极发挥作用，不能任由学校自说自话。最近，重庆一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男子在抖音上火了。年近60的他，在下班的路上是蹦蹦跳跳的前行，那种开心就像是从心底里开出的花，这份快乐也感染了很多看到视频的网友。这就是在抖音上热传的视频。11月1号，重庆市民袁女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这幅场景。她跳得特可爱，转桥在那里，然后她也在那个蹦蹦跳跳，然后她的动作的幅度就特别的大，还歪头。她应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吧。袁女士拍摄的这条短视频马上就成为了爆款，网友们大呼这位开心的大叔蹦出了生命应有的样子。经过一番寻找，大家发现这位大叔是重庆一家工地上的木工师傅杨才明。我也不知道，上个大家都关注了我，谢谢大家。因为人嘛，在世上活着就是要再累再苦都要开心嘛，是吧？简单的几句话并没有正面回应网友们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喜事能够让杨才明高兴成这样呢？没有管工资，也没有啥子信息，没中彩票。下班了嘛，都该娱乐一会儿噻，都该放松一会儿，精神噻，得改变一会儿心情噻，都觉得蹦蹦跳跳一会儿了，要舒服点噻。杨才明今年57岁，在工地上做木工，既是手艺活，更是体力活。辛苦的工作之外，杨大叔很会调剂自己的生活。像累了呀，我唱会儿小三国呀，那些都喜笑颜开呀。杨才明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会了使用微信，经常把自己唱歌的视频发到网上，他的乐观心态感染了很多人。放飞自我无可厚非，但要是把握不好这个度，变成了放纵，那可就是有点出格了。近日，浙江义乌的一辆消防车在归队途中被一名醉汉拦住了。醉汉先是手舞足蹈打醉拳，然后又放声大哭。当消防员要报警时，醉汉竟然是抓起地上的一把草，直接就塞进了嘴里。这天，浙江义乌一辆消防车在出警归队途中被一辆车拦住了，两名男子下车扭打在了一起，他们俩就打起来了。哎呀！消防员立即下车劝阻打架的两名男子，没想到其中一名醉酒男子手舞足蹈打起醉拳。哎，你吃这么多，一边走来走去。醉汉又放声大哭起来。是吧？消防员想扶醉汉进车，却遭到了拒绝。醉汉试图自己钻进车里，却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您没看错，醉汉竟然抓起路边的一把草塞进嘴里，消防员连忙帮他弄出来。
趁消防员报警时，醉汉又砸中了路过的车辆。你要么他的车牌号码开着吧。看见醉汉情绪依然激动，交警与消防员共同将其制服，最终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醉汉带走调查。婚礼举办过程中，因为一方不愿意而逃跑，留下满脸蒙圈的亲朋好友，这样的场景我们经常是在电视剧中看到。近日，这样的一幕在广东肇庆真实上演了一次，但这次新郎撇下新娘跑路，却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当天刚领证不久的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高新中队中队长蔡建兴与他的妻子小邓正在中队饭堂里和队员们一起分享两人新婚的喜悦。就在大伙举杯为新人祝贺时，警铃骤然响起，蔡建兴和队员们条件反射般地放下杯子冲向车库。没有说什么，哎，没有时间去交代这么多，啊，他也是这个刚认识的时候呢，他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刚见面的时候没说上几句话。就出警了。面对紧急情况，作为新婚妻子的小邓没有抱怨，而是默默把饭桌旁的凳子摆好，然后安静等待丈夫的平安归来。因为我们当时在举杯嘛，就是在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在庆祝，突然警铃响了，那一刻我的内心会有点就是咯噔了一下，是有点紧张的。到后来就是看着他跑出去，然后慢慢的我也理解他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是这样子，就想默默的等他回来。一个简单而又平凡的动作，传达的却是妻子对丈夫工作的支持与理解。蔡建兴说，与妻子相恋已经两年，但因为工作原因平时也是聚少离多，而这一次妻子的举动也深深打动了他。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浙江余姚民警抓到了一名男子，他经常会去商场、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用藏在鞋内的针孔摄像头偷拍女性群体。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名男子先后拍摄了90多部不雅视频。近日，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买卖一些偷拍设备，民警随即进行了一系列侦查行动，很快就在所在辖区内发现了嫌疑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双带有针孔摄像头的一双运动黑色跑鞋，以及在他的手机上共发现90多部偷拍视频。经过审讯，嫌疑人张某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如实交代。今年6月份的时候，在网上购买了带有针孔摄像头的偷拍工具，其利用这个工具呢，在一些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对女性的群体进行拍摄，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中，共拍摄了90多部女性视频。期间，民警也发现这双被藏有针孔摄像头的黑色运动鞋，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运动鞋的差别。为了案件进一步明朗化，办案民警还对销售带有针孔摄像头的商家进行了传唤询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了啊！贵州一男子却大白天的当起了绿林强人，这是否也太猖狂了一些了？听听这男子说的话多么猖狂。近日，贵州黔南九安村村民刘某私设路障拦截过往车辆，对司机强制收取10到50元不等的过路费，还叫嚣称有本事叫110来，结果110还真来了。问一下公安局的，你不是说我们来找你吗？我们现在来找你。最终，警方将违法嫌疑人刘某抓获。目前，刘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近日，在江西九江，有两名女子乘坐火车的时候被警方行政拘留了，原因竟和他们携带的矿泉水瓶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你本人带的吧？男子酒驾被查后，他试图通过扯谎来蒙骗交警，他是怎么去狡辩的呢？民警在查酒驾时遇到一位酒检结果超标男子，却坚称自己没喝酒。之所以酒精检测超标，是因为拔牙，口腔里面用了酒精棉球。昨天晚上喝的吧？昨天晚上没喝酒。你什么时候喝的酒？昨天下午喝的。昨天下午。拔牙里边要有酒精。
我正在去医院拆弹。不对呀、啊，这不是女性女吗？女性女吗？交警带他抽血检测，结果显示酒驾。面对检测结果，该男子这才承认酒驾行为。最终，该男子被依法罚款1800元，记12分，并且暂扣驾驶证6个月。24号下午，在湖南常德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连撞两车后侧翻，所幸无人员伤亡。监控画面显示，当日下午2:04，一辆橘红色小型汽车沿洞庭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龙岗路交汇处时，不仅没有减速慢行，反而加速撞向同向停靠在路口等待通行的白色小车，随后发生侧翻，并在翻滚中又撞上前方另一台车辆。事故造成肇事车辆前保险杠脱落，被撞两辆车损失不大。肇事车辆驾驶员赵某介绍，当时车上共有4人，包括一名幼儿，所幸车上人员和周边行人并未受伤。受伤没了？没受伤，没受伤噻。对，需要检查，因为现在小朋友。那么翻了的？我那个一下做什么的，把那个刹车，把油门当刹车踩了点。随后，民警对赵某进行了相关检测，排除酒后和吸毒后驾车的嫌疑。最终认定赵某驾驶机动车时分神引发事故，需承担全部责任。来看新闻现场，25号上午，陕西渭南高速交警在收费站执勤的时候，看到一男子报警，那么称其工友眼睛和脸部被硫酸灼伤，需要紧急处理。当我看到他的眼睛跟脸好像被东西给烧到了，脸已经泛白了，开始肿胀了，我就开了几瓶矿泉水，对这个男子，进行了简单的冲洗。为了让伤者得到更快更好的救援，交警一边用警车把伤者往医院送，一边用电话联系医院。喂，你好，我是高速交警，刚不是有个硫酸不是把眼睛烫了的病人吗？啊，你是这吧，派个救护车到高速路给我接。据了解，伤者是在雨门口收费站附近工厂装卸硫酸时，由于操作不当，被硫酸飞溅到眼睛和脸部。于是，工友拦下一辆车，将伤者送到雨门口收费站求助交警。最终，120救护车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者因清水清洗及时，眼睛并未受到影响，已无大碍。近日，上海一名女子乘坐网约车的时候突然突发疾病，那么网约车驾驶员马上报警求助。22号，上海居民宋女士和亲戚在宝山区沪太路附近乘坐一辆网约车前往医院看病，行驶过程中，宋女士突然感觉身体特别不适。由于距离他们想去的医院还比较远，网约车驾驶员对附近医院的情况不熟悉，担心来不及，便向民警求助。我打电话报警，叫警察来，好吧？当时发现车上一名女乘客脸色通红，表情非常痛苦，手不停地捂着胸口，所以我初步怀疑是心脏疾病引起的不舒服。民警迅速赶到并通知120，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迅速将素女士转移到救护车上。为了争取时间，民警驾警车在前方开道。由于送至附近的医院的主干道长期拥堵，平时需要15分钟的路程，我们用警车开道，只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将女乘客送至医院。记者了解到，素女士当时是高血压引发了心脏病突发，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她的身体已无大碍。日前，四川甘孜的护林员上山巡护时，发现了两只正在争夺食物的雪豹，其中一只在争抢食物的过程中受伤较重，护林员随后联系了当地领馆部门。领馆部门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做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后，检查发现这只雪豹的左前肢和左后肢均被咬伤，其中左前肢受贯穿性咬伤，伤势较重，造成无法行走，随即将雪豹带回救治。目前雪豹伤势已得到初步救治。据了解，这只雪豹为雌性，大约10岁左右，待雪豹伤势恢复后将其放归山林。2017年9月1号，同样是在石渠县真达乡，当地村民在一隧洞里发现了3只雪豹幼崽，生命体征良好。
2018年5月28号，石渠县一牧民偶遇一只野生雪豹，当时这只雪豹正趴在地上休息，身旁是吃掉了一半的猎物，随后他起身离去。据了解，三次发现雪豹活动的区域位于四川洛圩白唇鹿省级自然保护区，该区域也是雪豹主要的栖息地和繁育地。近日，湖南郴州市区出现了一头体型硕大的疯牛，严重影响到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当地110指挥中心接警之后，立即调集辖区民警及武警赶往现场处置。撞上的士后，这头水牛继续一路狂奔，为确保路人安全，民警不断喊话提醒路人。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一名横过马路的市民还是被疯牛撞到了。就在民警上前查看这名伤者时，疯牛又将一名路人撞翻。为了防止再次伤人，民警一路将疯牛驱赶至海泉路，将其围困在了一处山坳中。很快，武警官兵也赶了过来。针对疯牛伤人风险，武警立即做出了部署。在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后，处警组的武警战士开始靠近疯牛。进入最佳射击位置后，指挥员迅速下到射击命令：注意，准备射击。紧接着，疯牛应声倒下，危机得以解除。目前，两名受伤市民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而在云南文山一家正在装修当中的餐饮店中，有一只老鼠被粘在了粘鼠板上。附近一只猫头鹰发现后上前捕捉，结果它也被粘鼠板给困住了。骆先生最近正在装修店铺，为了防止老鼠趁乱而入，特意买了粘鼠板防备。但第二天，骆先生来到店铺厨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粘鼠板不但抓住了一只老鼠，还有一只长着灰褐色羽毛、圆圆大眼睛的猫头鹰也被牢牢粘在粘鼠板上，动弹不得。骆先生想把猫头鹰从粘鼠板上解救下来，又怕把它扯伤，于是报了警。民警将猫头鹰和老鼠连同粘鼠板一起带回单位，先把老鼠弄下来，再用食用油将粘鼠板上的胶水溶解。经过30分钟的努力，终于将猫头鹰解救了下来。经客服比对，他向野生动物专家咨询，这只猫头鹰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领九枭。经检测，这只领九枭长翼长43厘米，体长20厘米，无其他外伤，因其浑身沾满了胶水和食用油，目前正由民警做进一步的清洁，待其身体康复再择机放归大自然。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北方地区近日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雪，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降雪过程。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多地还将会出现大风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降雪相对较弱，仅在青海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从夜间开始，降雪将自西向东发展，逐渐覆盖北方大部地区。对于西北地区东部来讲，相对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点，从28号的夜间到29号夜间都会有。那么对于华北地区来讲，最主要的还是从29号白天到29号的夜间。那么对于东北地区来讲的话，要从30号早晨一直到持续到30号的夜间，所以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一个过程。气象专家表示，这将是北方今年下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降雪过程，但整体来看强度并不强。预计大部地区以小雪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雪，出现大雪的范围比较小。那么这个降雪强度相对比较大一些地方，考虑在青海的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河套地区的东北部，还有山西的北部、黑龙江的中部，这些地方的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大雪天气。此外，在冷空气影响下，到12月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将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将达8度。12月1号到2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来袭，提醒大家做好保暖措施，同时防范降雪、积雪以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看省内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雪。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温度方面，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7度到-2度之间，最低温度为-19度到-9度。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9度。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四届吉林雪博会暨第23届长春冰雪节将于12月13日至17日在长春举行，主题为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全省各地将举办文化、旅游、体育、节事等8大系列600多项活动，全面展示吉林省的冰雪资源，推介冰雪产业和旅游资源，把吉林省建设成为中国冰雪产业大省、冰雪旅游强省和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形成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看吉林的态势。展示区设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总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其中室内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3448个，设置冰雪盛典主题馆、冬奥主题馆、冰雪意境主题馆、冰雪装备及冰雪体育主题馆、冰雪长春主题馆、冰雪驾乘主题馆、冰雪城市主题馆、礼遇吉林第一书记主题馆，一共8大展馆。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以雪为主题的博览会，吉林雪博会自2016年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是东北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冰雪旅游行业旗舰展，累计展览面积近32万平方米，参展品牌150多家，累计接待观众31万1000人次，累计现场成交额6亿元。携号转网于27号在全国正式实施。为了了解携号转网实际运行情况，记者实地走访了北京多家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大厅。在西城区金融街和西单的几家电信、移动和联通营业厅，都把携号转网的宣传海报摆在门口显著位置，并设立了携号转网办理专柜。但营业厅经理告诉记者，来咨询办理携号转网的用户并不多。我们从试运营开始，截止到目前，大约一共办理了携转30个客户左右，然后日均大概有2户。携转的咨询量呢，每天，进厅和电话咨询呢，大概有5户左右。像这个量的话，相对于我们日常的普通业务就会相对很小了。每天咨询量的话，大概有20户到30户左右吧。然后每天的话，这个试运营期间携转的量的话，大概有7、8户。在北京移动金融街营业厅，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办转入业务的用户。很简单，只需要发送一条指令发给原的运营商，然后收到一条携号转码的一个码之后，然后把这个码给到业务人员就可以了。这次实地走访的结果跟记者此前通过网络在携号转网先行试点地区的用户调查结果差不多。目前对于携号转网持观望态度的用户居多。
针对用户表现比较强烈的热点问题，三大运营商给出了相应的反馈，将对协转流程中的复杂程序进行简化，拆除隐形门槛，各种体制服务做到让客户看得明白听得懂。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下一步将强化对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制度执行的检查监督，要求要及时妥善解决。我们也加强了这个对全国携号转网系统这个运行的监测，包括违约、系统状态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出来。我们把全国各省啊用户申诉率做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要求各个省通信管理局这个严加监管、严加处理。十二处啊，我们即将组建八个这个检查小组，吩咐全国各省去督促检查。鲁春丛表示，从十一月十号携号转网全国试运行以来，陆续发现一些业务协议期过长、提前解约赔付标准过高，以及部分用户协转后无法正常上网充值等问题，目前已督促相关企业整改解决。工信部欢迎包括媒体、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监督携号转网工作。据了解，将于12月1号实施的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多项影响携号转网的行为，其中包括无故拒绝、阻止、拖延、干扰用户的携号转网服务，擅自扩大在网期限协议范围，限制用户携号转网，采取拦截、限制等技术手段影响携号转网用户通信服务质量，在携号转网服务及相关资费方案宣传中进行比较宣传，提及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名称，包括简称、标识和资费方案，利用恶意代客办理、恶意代客申诉妨碍，破坏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携号转网服务，为携号转网用户设置专项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在用户退网后继续占用该携入号码。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内简讯。近日，延吉公证处韩国服务中心成立，与传统办证方式相比，该中心采取的是远程视频公证方式。公证员和当事人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技术，面对面的询问方式采集视听资料，同时聘请的海外联络员充当了见证人的角色，既能帮助公证员审核当事人身份，又能证明当事人通过远程视频表述的内容真实有效。服务中心按照吉林省统一收费标准收费，将切实解决赴韩务工人员及在韩华侨公证难的问题。11月27日，长春新区管委会成立了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与健康、光电与智能制造、孵化器与产业园区四个行业商会，密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服务企业完整链条，邀请行业专家出谋划策，分享经验。2019年，吉林省民生读本发放启动仪式，即你选书我买单惠民购书专场，日前在吉林市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吉林市委宣传部承办，向低收入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代表发放了2019年民生读本和惠民购书卡，共向吉林市发放图书、期刊等12万2000册和近20万元的惠民购书卡。吉林市109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了全覆盖。新闻早报热点全知道。国际方面，英国货车惨案部分遇难者遗体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被运送回越南。据越南媒体报道，16名遇难者灵柩当天由专机运抵河内内排国际机场，随后由救护车运往遇难者故乡。英国警方10月23号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经确认，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如何阻止和消除外来物种入侵，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个难题。最近，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一种来自欧洲的蚊子给当地居民和卫生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据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门专家介绍，这种被当地人称为虎蚊的外来入侵物种是2015年开始陆续从法国和西班牙传入的。最初几年因为数量少，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今年阿尔及利亚雨水充足，蚊虫繁殖条件适宜，虎蚊数量暴增。当地卫生部门担心，
如果虎蚊数量持续增多，一些经由蚊虫传播的疾病可能会在阿尔及利亚流行。为防患于未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开始逐步对虎蚊的滋生地进行排查灭杀活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不过专家也表示，虎蚊的虫卵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达数月之久，一旦条件适宜还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如何消灭环境中的虎蚊虫卵，从根源消除虎蚊威胁。很多人当年上解剖课的时候可能都出现过对青蛙标本束手无策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气味不怎么好闻，也或许是想到它曾经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而不忍下手。那么假如当时实验台上放的只是一个专门用于解剖的青蛙模型，您还会那么纠结吗？Makes people uncomfortable, the fact that you're cutting into an animal that was once alive and now it's on your desk. 想必相似的经历很多人在上解剖课时都遇到过。不过上周这种最新研发的人造青蛙模型首次进入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米切尔高中的课堂，并且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认可。I think it's cool that now that we get to use synthetic animals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kill real ones. 据介绍，这种人造青蛙模型主要是由水、纤维和盐制成的，它们的外形、身体结构和真青蛙一模一样，具有骨骼、肌肉、内脏器官，甚至还有包含卵子的生殖系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一般解剖课使用的青蛙标本更逼真。不过，这样一只青蛙模型造价不菲，每只约为150美元，约合人民币1050元。研发人员表示，虽然成本不低，但相比目前解剖课使用的青蛙标本，人造青蛙模型没有使用福尔马林等有害化学物质，而且青蛙模型还可以重复使用，是一种更有效、更安全的教学工具。当地时间26号，希腊一家电视台就洪水的灾情在进行直播连线。这时，一头大花猪突然乱入，和现场的记者纠缠不休，让本来很严肃的一个节目瞬间变了味道。位于希腊阿提卡半岛。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则赛事预报。今晚中职篮联赛将展开第11轮的争夺，19:35，吉林九泰农商行东北虎男篮客场挑战江苏肯迪亚，上演巅峰对决。刚刚在客场拿下四川的东北虎，借3连胜之势士气正盛，目前以7胜3负排在联赛积分榜第4位。希望他们今晚能够稳住心态，再接再厉，发挥出应有的技战术水平，为广大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东北虎加油！足球方面的消息，明天长春亚泰中将士将结束近一个月的假期，前往昆明集结，进入2020年赛季备战周期。根据计划，长春亚泰一线队将在昆明红塔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体能训练，然后进行海外拉练。按照惯例，长春亚泰将在冬训第一阶段进行人员补强和调整工作。一线队比以往赛季提早的休假，亚太青训也早早的进入冬训状态。U17、U14、U13、U12四支梯队已在广东清远开启冬训模式。其他方面，近日两名法国喷气翼飞行员成功穿越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天门洞，上演了喷气人在中国的精彩首秀，一起来看。来自法国的喷气翼飞行员文森特·雷费和弗雷德·福根乘直升机到达天门山上空后跳下，穿戴个人涡喷动力飞行装备，以385公里的时速在空中急速飞行，通过不断的调整速度、角度以及克服气流影响，最终以横向编队形式由天门洞后方飞入，成功穿越高131.5米、宽57米、深60米的自然穿山溶洞天门洞。此外，两名飞行员还在天门山上空进行了喷气翼飞行表演，在空中做出眼镜蛇抬头、直立行走、翻转、悬停等高难度动作，令现场游客们啧啧称奇。据了解，喷气动力飞行翼也简称为喷气翼，是一种极具想象力和科技含量的单人飞行装备，翼身是用高强度碳纤维材料制造的一对机翼型翅膀，背负固定在飞行员后背，机翼下安装有4个小型喷气式发动机，翼展约2米，一般能持续在空中飞行8分钟左右，速度可达300公里每小时以上。
使用喷气翼飞行的人被公众形象地称之为喷气人。26号，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沙漠腹地，蒙古族摩托车爱好者驾驶摩托车成功冲顶沙漠珠峰，一举刷新了该项吉尼斯纪录。该纪录的前保持者为阿拉善右旗牧民陶永明，用时6分2秒，而今关契格苏荣仅用时2分11秒。据介绍，秘鲁图峰海拔1600多米，相对高度500多米，比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高沙峰还高出70余米，被誉为沙海珠穆朗玛峰。24岁的关契格苏荣是阿拉善右旗本地人，学习摩托车驾驶已经8个年头，先后参与过53场摩托车比赛，除了全国锦标赛个人前五的成绩，还在自治区级比赛中累计拿过22个冠军、19个亚军。此次挑战吉尼斯纪录，关契格苏荣准备了2年。阿拉善右旗有着赛车小镇的美誉，每年都会举办大型汽摩比赛，先后承办2008穿越东方汽车马拉松越野赛、丝绸之路中俄汽车拉力赛等多项国内外重大赛事活动，被国家体育总局汽摩运动管理中心命名为中国汽车沙漠训练基地。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雪。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9度。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